去年去了楼兰，然后但始终没见到楼兰美女，只能给大家看张照片。今年我们特地来了，在建国五坡的时候去看看美女。真的好美啊，而且真的保存得真好，衣服鞋子，但鞋子是用羊皮做的。身高看起来比梁红稍微矮一点，身高大概是个1.65米左右，两三千年前的这么一个逝者，然后现在还能保存得这么好，这是让人挺震惊的，也挺惊讶的。好像还有睫毛呢，是吗？我们仔细看。哦，真的哎，真的，包括头发、睫毛。睫毛比你的长，年龄上看应该是很年轻。嗯，他现在距离应该是3000多米。我觉得2000多米都挺长的。将近4000，而且据说资料上介绍说。经过科学的测试，他在死的时候，当时的岁数是45岁左右。能想象吗？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年轻。楼兰美女在我这儿一直是一个神秘的面纱，这一次来罗布泊，终于把它揭开了，也算完成了又一个小小的心愿。